肚子往内缩的时候呢，一并要把那个提肛的动作呢，一并要进行，所以要一起呢，把气呢往内缩，把肚子呢往内缩，所以你会觉得说，我的肚脐好像要贴到我的那个后背了，然后呢，一起把那个肛门的地方呢，把它提肛提上来，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呢，整个能量就不一样。好，那把气提上来，呼出来的时候，呼到底之后呢，再把气慢慢呢吸进来。吸进来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你的丹田呢，就是你腹部的地方慢慢的往外扩张。好，扩到最大的时候呢，你就停住，闭住呼吸。那闭住呼吸之后呢，我们来数1秒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九。再把气呢往外由鼻子吐出来，那在吐的同时间呢，我们把肚子往里面缩，然后把肛门的地方呢提肛，好，缩到最底之后，再慢慢把气呢。再吸进来，刚开始可能会有点不太适应，可是呢，每天我们就要进行20次，20次腹式呼吸，这样呢，会发现呢，你的每天就会有很大很强的生命力。